有疫苗送到台湾啊，不过这数量是无够本。指挥中心第二台表示讲，有讨论过两种疫苗注无同款品牌可能性。专家也表示讲，伫国外确实有这款的案例，效果看起来是会使，不过案例是无够多。即摆疫苗是无够用，若准一个人会当先注一针，正人有保护力，也恐惊是较妥当。莫德纳疫苗下晡来台，这是台湾头一批 mRNA 疫苗，甲台湾之前摕到 AZ 疫苗无同。指挥中心第二日讲，是有伫会议当中讨论过特特殊状况之下，无同品牌疫苗混合做的可能性。专家表示，伫欧洲等等国家是有这款案例，但是还是无够多。因就是有 AZ 疫苗，咱讲的迄个腺病毒的哈，啊，加尾啊有的用迄个 mRNA 疫苗，因即马有在初步的资料啦。啊，初步资料看起来是还好，应该是会使啦。但是迄人要无济。即马做疫苗的方式是一人两剂，伫疫苗无够状况之下，专家表示一人做一剂会使互更加侪人有保护力，伊感觉是较好的方式。之前大部分拢是讲叫你两个月的。等来做第二针，但是即卖即预防下无够的时阵，咱阁有资料知影讲三个月来即保护力未讲上歹，啊三个月做第二针，无得卡阁比第二两个月的做的资料看是无如何，我感觉讲即卖互较侪人做。真的是较好的选择。专家表示，传统认为群体免疫的标准是六成到七成的人注射疫苗，但是伊认为以目前病毒变异的状况来看，传染的能力是有愈来愈强的状况，应该要有七成以上的人注射疫苗，才有群体免疫的效果。记者郭碧君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